这次远行，你们当中有奸细，大哥。不会吧？现在我要将他镇之以法。 你疯了！准备行贿！你们留在这儿。是。哎，你们两个照顾大嫂。是。 有没有抓到刺客？刺客已经自杀了。自杀？刺客是什么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他是以火器自杀的，死后面目全非。好残忍！天雄，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？ 有没有？绝对没有。自从我接掌镖局以来，镖务从来未出过事。况且，我一直以师傅的名讯，仁义存心自体，所以行为皆无愧于天地，怎么会结怨于他人呢？嗯。那以前呢？师傅在世时，我一直服侍他老人家身侧。 偶尔单独在外，就算是打抱不平，下手也很有分寸，绝对不会引起像今天的刺客非置我于死地的仇恨。对，我想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。谁？大师兄。你怎么可以怀疑他呢？大师兄对我俩如同胞手足。 而且我之所以有今天堂主的地位，也都是陈大师兄所赐。你处处都为他着想，可是……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三弟四弟很顺利地完成这一趟押镖，甄大人特别赏给他们两位一笔极为可观的酬劳。 我已吩咐下去，明天在局里开庆功宴。啊！明成五经，凌云封剑。如果誓愿，携喜中一趟，追魂者。你们下去。是。 我去见识见识这个狂妄的家伙。天雄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去赴约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这约会或许有什么阴谋。你不用担心，我绝对不能让钟义堂的圣名
断送在我杨天雄的手里，要不通知三师兄和四师兄。不用了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。三弟脾气刚烈，可能会坏事。明天的宴会照样举行，我会赶回来的。 万一到午时，我还没有回来，你就带着彪儿，叫四弟护送到杨老伯家里去，避避风头。你是说？我只是说万一。 真早，阁下可以停手。雪这么大，你还要我等多久？杨天雄，这坑是为你挖的，剩下的一半你自己挖吧。啊，大师兄，哼，大师兄。 你眼中难道还有大师兄的存在吗？大师兄，不要再叫我大师兄。杨天雄，你不但夺去了师妹，还抢走了忠义堂，使我含辱离开镖局。这些年来，我所想的，就是有朝一日接掌忠义堂和夺回师妹。大师兄，你知道师妹爱的是我，而且接掌忠义堂也是师父的命令，并不是我。更好，要不是杨振远那老屁妇。 处处袒护你，我早就得到了一切。哼，现在的老匹夫做鬼去了，你再也没有人可以做靠山了。大师兄，我不许你侮辱师父。好，那你就让出忠义堂和师妹，我就不为难你，不然你就拿命来。大师兄，你不要动怒。哎，欺人太甚，我只有奉陪了。 是我大师兄，你到底是谁？<笑>你现在知道已经太迟了，我就是魏大海的双生兄弟魏大川。这是阴谋，不用回去了，忠义堂恐怕早就落在我哥哥的手中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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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哼，好卑鄙的手段！
娘，她人在杨伯母那儿等我们。哦，不知道天雄他……您放心好了，他办完了事情就会来找我们的。那关墙呢？哦，我派他在后面挡住追兵。哦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啊。 师父有何交代？十年前，老衲在飞驰山中，识获你和一口宝诏，从宝诏和书状之上得讯，知道你是海参县镖头杨天雄的遗孤，老衲一念之善，将你抚养长大。今天你的根骨极佳，成就极高。 终不负老衲一番苦心啊！师父大恩，徒儿终身难忘。以后你在山中空耗岁月，实无补益，不如就此下山，或以少主之身重振家业，或以武功济世，结庐安居，随你选择。 徒儿随师父习艺10年，吾日
不再思念父母，能否相逢难以预料，但需尽一份仁子之心，如能重振杨家，你的孝心不愧，天必佑你。师父，徒儿是想我派人送你下山。谢师父。智能师傅，我来了。走。嗯。他和常人略有不同之处，人世之间他只认识金钱，只要有钱他无不全力以赴，有趣极了。不过他有个女儿，就是你师妹。哦。智能师傅，找我有何贵事？拜见师父。万福，你不是要找师父吗？嗨，我徒儿可以当你师父啊，赶快跟你师父下山去吧。拜师父，拜师父，下山了。要给我多少钱呢？这人视钱如命，你看到了吧？万福，钱我当然给你，嗯，可是你不能违背我的命令。徒儿，这就是你师妹，这次下山之后可不能顽皮闹事。何日成功尚难预料，未成之前一切由我照料，事成之后还我所用的银两，加倍的还我。我是商人啊，是以赚钱为目的。好吧，我就加倍给你。徒儿，跟我去拿宝刀，立刻下山。你们俩徒儿，师父教你们一手绝招，在没有宝刀和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们俩就合起来施展旋风霹雳掌。小妹相互的照顾，找你母亲的路途还遥远呢。那我们怎么称呼你呢？我叫我老爹好了。叫你老爹？哎，我们干脆啊叫你小老爹好了。什么？你这孩子。好了好了，走吧走吧。小老爹，那边有座桥。小弟，小妹，这个桥这边有头，那边没有头。很奇怪。对，很奇怪。老爹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小心了。走。小老爹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何方鼠辈，胆敢用暗器伤人？此桥是我造，过我的桥要桥费。要钱可我们不过去了。老爹，我们去做竹筏吧。走。又来了，你们逃不了了吧？我们逗逗他。
这边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往这边走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再过来再过来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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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快快跑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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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。哎，突然，哎突然，哎突然，我们往回走。小老弟，他比我们快。我还是比你们快吧，你们走投无路了，给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三条。小弟，你第一次下山，看你的表现。胖子，找不到了，我在这儿呢。我在这儿呢。哎，胖子，找不到我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你怎么有这招啊？人呢？好。哎。哎，看不见，看不见了吧？哎，师兄，瞧他脑袋！啊，对。好好好好，哎，我们走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小老弟，哎呦，哎呦，小老弟，我们走吧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哦哦。和见教啊，把你身上的姓留下，否则这鬼风道就是你葬身之地。姓什么姓啊？我只是前往京城去的过路客而已。各位不会是认错了人吧？别装了。
大叔，这是谁干的？我猜想是魏大海派人干的。我已经不行了，小弟弟，这里有一封信，要请你到京城里去跑一趟，务必要亲自交给王旭。大叔，哎，谢谢，客官慢走啊！小二，赶快啊！好，再拿瓶酒来，小二。来了，来了。这会儿出来，我请客，你跟着好哥。哎，客官慢走。哎，客官，礼请礼请。今天我来。哎呀，我们自己人嘛。要俩就麻烦了。来，哎，客官慢走啊！谢谢。啊，你好，哎，谢打赏，哎，客官，哎，谢谢，大家都到了。小二，有没有位置啊？哎，有，啊，请跟我来。给我们来四两白干切盘卤菜。哎，四两白干切盘卤菜啊！他会不会是我的少主人？可是，你们两个累不累啊？不累不累啊。好，来了、啊、来，跟我走了。哎，酒来了。哎，谢打赏。哎，菜马上来了。哎，请慢用，赶快吃了好上去休息啊。哎，你慢用啊。旁边有个少年跟个小老头，可是那把刀是杨家的宝刀。哎，各位，酒来了啊。哎，客官，请。什么是红鬼？这个人惹不得，但是要记住他。客官请坐。小二来了。哎，客官，是不是？开个房间。啊，好，请上楼，跟我来。客官，酒菜来了啊。明天你去跟踪后再来向我报告。伤心了，天气已经转凉了，还是赶快进去休息吧。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小主人的消息，夫王子散，你叫我如何不伤心呢？我哥哥已经嘱咐属下正在四处打听小主人的下落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我想一定会找到的。还是进屋里去歇息吧。是，哦，来了，啊，这。
小鬼在哪里？快叫他出来！你这个死胖子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敢在老娘面前撒野！哼哼哼！小鬼出来！小鬼出来！出来！小鬼出来！什么事啊？哦，快进去。小鬼出来！谁呀？小鬼出来！就是他，就是他！小鬼出来！走。嗯。小鬼出来！出来！哎，走开啊！什么？别吵！赶紧点！走开啊！啊，快点！别在那边吵吵吵吵什么？嗯，胖子，嗯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你难道不怕吵到别人吗？废话少说，有本事下来跟我决一胜负。看我小侠龙卷风。杀！小弟，还是昨天晚上那个打不死的胖子。这是来的，我们怎么走呢？你们，印象来了。昨夜斗胆冒犯，红爷特来请罪，有事相求。你有什么事情？时至如今，无人敌我。今天拜在阁下之前，令人佩服，上王收我为徒，红野当感激不尽。师兄，他想拜你为师呢。什么？收你为徒？我已看出阁下必是武林高手，在下心智已定，如不收我为徒，红野绝不离去。他别开玩笑了，跟你这位仁兄走在一起，别人看见了还以为你是我的姑爷呢。我绝不死心。死了这个念头吧，我还有急事要办，我先走了啊。本县东南鬼龙山发现妖物作祟，凡能为民除害者，赏黄金千两。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有办法。哎，胖子，你又跑来做什么？我来拜你做师傅的。好吧，让他去。胖子，你要拜我做师傅可以，你先到鬼龙山去收妖，回来再向我报告。
没有问题，我三个时辰以内回来报道。这条大汉实在是相当能吃啊。嗯，如果不让他使用点傻力，实在太便宜他了。嗯，对，我应该收他做徒弟。嗯，我们到客栈去等他。嗯，走。鬼龙山就在这儿啊！鬼龙山里的大怪小怪，统统给我出来！有人来了！哦，老大，有人来了！走，散开。见鬼了！抓到一只大肥猪啊，放，带回去烤猪，放下。不知道现在相如何，红爷啊，我师父来了，换我考你们了。有音信，走，把我徒弟放下来。一个小鬼敢进入我鬼龙山来，叫你来得去不得。哼，先接我一镖，看我是否能离开此地。啊，杨门飞镖，杨门宝刀，这位少侠会不会是我家小主人？敢问这位少侠是不是杨金彪少主？不错，我就是杨金彪啊。参见小主人。参见小主人。参见小主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说来汗颜之至，关强等承受杨家提拔，不幸师兄战死，九死一生逃出性命，关强等据守此山已十年了，相信杨家复兴有望。那是关叔叔了。关叔叔，我娘呢？小主人，老夫人没有和你在一起吗？没有。二位是？这是我师妹，跟她爹。哦，关山，赶快松绑。是。既然老夫人没有和小主人在一起，
我们现在借了你了，决定从今天起改邪归正，共同找寻老夫人，去找魏大海报仇。关叔叔，既然我娘不在这儿，趁天色未暗，我越过山去到林叔叔家打听我娘的消息。走开，走开。是吧，请您收我做徒弟吧。关叔叔，我希望你以后能协助我。小老弟啊，拿钱给他们。师妹，我们走。师傅，师兄，你有没有跟他们打起来？没有，我一去啊，他们就怕了。真的这么厉害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该收我做徒弟了吧？啊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笑了，那你是答应了，请受徒弟三拜。哎，金彪，我已经把银子交给他们，把他们安排好了。谢谢小老弟。哎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我跟小妹送信去了。哎，拜师傅拜好了还不起来干什么你啊？起来起来。好，小老弟，我们在破屋见面。好啊，走。我有师傅了。师傅。叫声小青青，相思嘛到如今，思想起哥哥，你爱上了旁的人。小文啊，我们把信送到了。是啊，心里好舒服啊，总算办了一件好事啊。对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去找金彪吧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外婆。啊，魏公子。哎，公子，哎，公子，叫叫什么叫吧，叫叫。万福啊，这位姑娘是？哎，是我的女儿。哦，真的啊？我一定要去找大王，让他做我的媳妇儿。老爹，那个青牙藏是谁呀？哦，那个冒失鬼是金彪要找的魏大王的侄子。哦，走吧。师傅，我实在跟不上你。谁叫你好吃？小老爹讲的是不是这儿？绝对没有错，师傅，这一带我熟得很啊。熟？哼。师傅，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。你啊，小心点啊，这屋里的杀气很重哦。哎，师傅，你别吓唬我了，我小时候都在这玩，熟得很哎。师傅，什么都没有嘛，喏，你看。
师傅，小老爹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啊？快了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吗？啊！师傅，你说的没错，这杀气很重啊。胖子，小心点。哦。小鬼，快把信交出来，老夫饶你不死。哼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，可惜来得太迟了，信早就送到王巡安的手里了。酒不吃，吃罚酒。杀！红鬼，你怎么不自己动手啊？小鬼，你先别得意。Yeah!
道怎么样？好重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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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胖子啊，胖子，师兄，师兄要不要紧？没有关系，小老爹，胖子有没有问题？师兄，师弟，师兄，好久不见了。各位师弟，要往哪儿去啊？师兄，你看，我的窝已经烧成灰烬了，从今天起。我要为小主人复兴杨家。关强，你说什么？你遇到小主人了？怎么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看，这小主人给我的银两，叫我从现在起改邪归正，为社稷做好事。是不是跟小老头在一起的美少年？糟了，我盯了他几天，被他溜了。哎，我为了寻找小主人迷路在此。哎，十年岁月未曾发现小主人半点踪影。嗯，小主人现在何处？他说到林道元那儿找他娘去了。什么？去找林道元？这那就糟了。为什么？林道元名为师兄的好友，事实上是吃里扒外，勾结外人，跟魏大海暗通消息的叛徒。此事当真？小主人自投罗网，处于危境。关卿，你有马匹吗？关勇，快去找马。是，师兄，我们赶去。嗯。嘿，嘿，嘿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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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嘿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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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嘿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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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嘿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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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嘿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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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，四位的兵器不能带到庄内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正义门的规矩，请四位多多包涵。既然是贵门的规矩，我们理应照办。胖子啊，把兵器交给他。哦。你接着。小心，刀很贵呀。喏。四位请。拜见林叔父。嗯，坐。谢谢。贤侄远道光临，蓬密为之盛会，智能法师的大礼我也拜访过了。小侄来的唐突，尚请恕罪。哪里的话，令堂的下落不知贤侄有无消息？小侄毫无所悉。唉，朕希望人看到你长大成人的样子。今养家在心，实有赖叔父的援助。嗨，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，我与你父义结金兰，贤侄既有所图，令人可喜。当然
要助你一臂之力。叔父之言，有如千军万马，使侄儿大为心安。贤侄一路必然辛苦，先到东厢房休息，明天咱们再重长计议。多谢叔父。嗯，小川在，带四位到厢房休息。是。四位，请。原形毕露，我杨彪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杀。杨彪，你不要自负，只怕你来时容易去时难。你听着，杨家在兴，无如痴人做梦。你这卖友求荣的老贼，我今天要你还个公道。这种吃里扒外的货，让我红眼收拾他。不要放掉一个，给我全宰了。是是是。哎哎哎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！在那儿，走。走，走，胖子，不要追了。少主人，关大叔，这是我大哥许谦。许大叔，小主人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，我就是奉主人之命保护你脱难的许谦呢。我找你找了十几年了，
要是夫人知道你平安在世，不知要多么高兴。徐大叔，我娘可好？哦，夫人安健。真的，徐大叔，快带我去见我娘。这十几年来，夫人无时无刻都在盼望着能跟小主人团聚。娘，小主人，我们去见夫人吧。哦，徐大叔，请带路。请。小主人，你累了，休息会儿吧。不，我要去找我娘，请带路。是，去。嗯。气了，这样下去会伤了身体的。惠娘，许谦到底去了几天了？已经六天了。不知道他到底找到了小主人没有？夫人，过度费神有损金玉之体，我哥哥一定会带小主人回来的。能这样就谢天谢地了。是不是许谦回来了？啊，我去看看。你们是谁？姓杨的，跟我走。他不姓杨，他姓许。走。你们干什么？不。小主人，已经到了，就在那儿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等等我！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门还开着。会长。慧娘，你怎么了？慧娘，慧娘，慧娘，哥，快告诉我，夫人呢？秦面人，我知道。慧娘，跟谁呀？我找到了，他在这儿。阿姨，那我娘呢？带走了，哥，赶快带她去找夫人吧。不要管我。慧娘，慧娘。慧娘，
师傅，等等我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不等等我？你怎么打我？你没看见人家在伤心啊？嗯。小老弟，依我之见，我们还是先找到杨夫人要紧。嗯，好。对，我们走。走。师妹，你们退下。大师兄，叫你们以礼相见。竟敢违命！属下，给我拉下去斩！啊！大王饶命啊！大王饶命啊！大王饶命啊！大王！啊！师妹，你受惊了。恕愚兄属下鲁莽无知，请勿见怪。师兄。啊。请坐。愚昧尽遭横祸，天雄和彪儿下落不明，请师兄。师妹家遭惨变，愚兄赶往搭救，但是晚到了一步，以致请看在同门的份上，别无所求，但求协助秦兄，并代为寻找天雄以及彪儿。师妹这样客气，未免太见外了。这样好了，请战往内院，静候佳音。嗯，请。是你们伺候。是。师妹，何必老是愁眉不展？吉人自有天相啊。师妹，请坐。略备粗茶淡酒，为你压惊。恕愚昧放肆，我总觉得自有不祥之预感，万一天雄他……哎，师妹尽管放心。自从你们发生了巨祸，愚兄已派人到处寻找，均无下落。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找到了你。至于天雄和小侄，我会派人继续寻找。师妹，我敬你一杯。我这片基业是愚兄费了数年心血得来的。当初天雄得宠而获师妹，因此愚兄离开师门，曾发下重誓，不功成名就，就不再与师妹见面。如今再见之时，却遭巨祸，愚兄未能及时赶来搭救，深表遗憾。莫非师兄为此事对愚昧未能见谅？哪里哪里，为得师妹青睐，我才有今天的成就，能有如此之基业，也可以说是师妹的赐予啊。师兄。师妹，再敬你一杯。
如今师妹家破人离，无路可走，必居无人荒野，不如长居此地，由愚兄保护，并一面查访天雄和小智下落，另一方面追查凶手。师兄之大恩大德，愚昧莫齿难忘。我敬你。来。一别数年，咫尺江湖，奈何凡物产生，不可相见。今再相逢，芳容依旧。唉，愚兄曾为感情而彷徨痛苦，每当夜深人静，闭目静思，体会到各种真谛。爱来时莫迟疑，勇于追求，再不自我委屈折磨。师妹。师兄，你这一份情愚昧心领了，奈何愚昧坚守古训，女人三从四德从一而终，望师兄莫趁人之危旧事重提。啊，这老爷回来了，老爷回来了，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嗯，老爷回来了。啊，啊，娘子，老爷，等你好久了。娘。啊，哎，欢迎欢迎。请坐啊，大家请坐。请请啊，谢谢。娘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娘好想你哦。我也是。各位一路辛苦了，欢迎光临，使寒舍蓬荜生辉。这位就是小文他娘。啊，伯母好。伯母啊，嫂夫人。诸位，事关紧急，诸位暂时住在寒舍，休息，我到魏大海之处打探消息。娶媳妇儿。娶媳妇儿？谁家的女儿？叔叔啊，就是城南啊张老头的女儿。张老头。好几年不在这儿住了。是啊，几年前啊，他带他女儿啊，到南方去做买卖去了，现在回来了，被我碰到了。他女儿啊，好漂亮哎。是啊，少爷看了老半天，两眼都发直了。叔叔啊，你也不要笑我，我要说出来了，你也不会相信的。他那个女儿啊，长得跟仙女一样啊，像仙女下凡来。我要是娶不到她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叔叔啊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，去跟张老头提亲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叔叔一定替你做主，别急得像猴似的啊。真的、啊、放心。启禀大王，城南张老头求见。哦，快请。是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叔叔，我岳父来了，我去接他。请。岳父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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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岳父，岳父，岳父，您来了！你干什么？岳父大人，不行，不行，我想啊，不行，还有个，哎呀，不行，他来了没有啊？他没有来啊，快放我下来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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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侄失礼之处，请多包涵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哎呀。大王，这两年来到南方做买卖，还刚回来，特地来求见大王。听说你有位千金是吧？今年多大了？小女今年17。我想替我侄儿向你求亲。恐怕高攀不上啊。客气了。这门亲事就由我来替你们做主，后天就是黄道吉日，就让他们成亲好了。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替他们报仇。大王，由您做主。家宝，还不快来跪见岳父！岳父大人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大王，这是我从南方带回来的土产，不成敬意，请您笑纳。客气客气。我告辞了。送客。是。他是跟杨天雄的儿子一伙的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来了！您瞧瞧啊！哟，新娘来了！胖子，后面危险！少爷，少爷，我的媳妇儿，这个交给我，没你的事儿。小小可爱的羊儿，竟然自动送上门来。谁是杨天雄的小杂种？小计也敢在老爷面前献丑。是彪儿。
小子，没想到你轻功那么好，还我爹命来！哈，对，哈，那那他，哈，那那，哈哈哈，哎。是我娘，娘，师妹，彪儿，彪儿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，他是你师伯，师伯，不，他是我杀父仇人。
嗯。